我嚟自歐法加斯，我叫傅禮賢，英文名叫 Tony。咁我入職兩年嘅時間，我嘅職位係營業代表。要成為零售大使，最重要嘅特質就係幫客人多諗一步。加斯係對一個家庭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一環。咁我會利用我嘅專業嘅意見啦，去幫客人去配上翻佢適合嘅家私，咁從而喺個途中裏面，我會有好大嘅滿足感。喺依個比賽裏面最大嘅得著就係我會有一個信心先啦。首先，因為其實途中我都有個低潮嘅時間，咁我慢慢可以培養到我嘅信心出嚟。咁第二就係我哋嘅團隊啦，因為其實我哋有五位成員，喺當初我哋一起去 training 嗰陣時。我哋每一堂我哋都會建立到我哋嘅關係啦。另外都好感謝我嘅主管阿 Man。咁阿 Man 咧喺我最低潮嘅時候啦，咁佢喺身邊鼓勵我。咁因為其實有段時間都唔開心嘅，咁得到佢鼓勵，我會重拾翻我嘅自信。咁我希望 Tony 可以繼續努力啦。呢一個唔係一個終點嚟嘅，絕對。咁繼續保持依份。比賽當中所學到的得著，讓他自己或者帶動到整個團隊有更加好的將來。